你还真的当老大，我是来载你出去兜风的。我们是人家请的伙计，要认真的去帮老板做生意。哦，好啦，不过没想到小小一台欧链车卖的东西还真多哎。哎，这些可都是小狗来回跑日本好几趟才研发出最道地的日式关东煮的呢。不过哈、哦，菜色这么多，蝴蝶你记得住吗？哎呦，没问题啦，老大，交给我，来这不。红豆泥，两千万岁，欢迎光临。老板有营业吗？有营业。你哎、欸，我灯亮着，我没营业吗？不然我是来这边露营的吗？那老板，我要一碗鹅阿米酸。鹅阿米酸，请稍，稍后嘞。我这边汤汤水水，我没有卖鹅阿米酸了。好啦，关东煮。臭豆腐要加辣吗？我要吃关东煮。你要吃关？你吃什么？你给我上班。好啦。你站在外面干嘛？不进来准备烤汤？不是，我想说男主内女主外，我在这里访问客人呢、啊。哦。对不对？好，那我在里面负责舀汤了。对，我多认真呐、啊。加油哈、哦！我每次来都点福袋。哦，刚刚那个很可爱福袋，那你呢？我都吃高丽菜卷，那边高丽菜很新鲜。哦，那这里的关东煮跟外面卖的那种甜不辣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边的口感的口味啊，比较偏向日式，比较清淡，但是要保它的鲜度跟甜味。哦，那你呢？你觉得呢？我觉得嘛，这边料还蛮特别的，就有一些外面都没有。真的耶，那你们继续点了，我不打扰你们了。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谢谢谢谢。嗨，两位顾客，欢迎光临。我还要福袋。福袋有啊，福袋我帮你准备了。好多、哦。福袋我准备你的，没准备你男朋友的啦。再一个，再一个，我要，我要，你要吗？我也要，你要你自己到隔壁摊去叫。不啦，来者是客，不能够因为人家美色这样，好不好？哎、欸，你们是常来这里吃吗？还蛮常来的。那常逛市林夜市，来这边客一下关东煮。对啊。尤其今天这种天气，这么冷，寒流来袭，然后又加上阴雨，哦，吃这个热。哪有寒流来袭？你讲话好夸张、喔！我这样讲，观众会知道今天很热吗？而且有雨水滴到我眼睛里了。啊，你们穿吊嘎了，难怪我就觉得怪怪的。这个是什么酱？我要红曲，红曲酱。红曲酱，好的，马上来。嘿，也是不是？喷！老大，你喂不喂啊 ？OK， 这样够吗？够。嘿 ，OK， 也是不是？好，里面坐一下，马上送来。哎，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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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欢迎再来哦。什么欢迎再来？人家才刚要来吃，你们好像赶客人一样。好了，老大，我们好不容易卖出来了，你就认真加油咯。我人生的第一份关东煮。老大，原来当老板真不简单呢。不过也该轮到我们吃了吧？哎哎，没卖几碗你就想偷懒了？你呀、啊，真是哈，我不是我爱念你，你怎么不早点讲呢？其实。老大，我早就想收摊，我也想来客一碗。哦呦呦哦哦，小滚滚的欧链，哦，有够香的啦，哦哦。嗯，真的是鲱鱼卵。真的，一粒一粒的在嘴巴噗滋噗滋的。真的假的？好好吃哦，而且因为是福袋的关系啊，所以你一咬下去，那个肉汁都喷出来了哎。可是它外面这是什么？你吃起来像什么？外面这个就是豆皮啊。我老公那个袋子啦。哦，袋子还没咬到啊。嗯，吃不出来哎。哦。这是什么？哦，有点像蒟蒻，但是比蒟蒻还要脆。这个观众朋友自己来吃就知道是什么了。好吃。菜卷，高丽菜卷。嗯。好大、啊！
太大一口了。好吃吗？好吃。我觉得哦，它高丽菜卷哦，里面的肉哦，对，是整个是感觉是已经被那个机器啊压到紧缩在一起，就很扎实的一个肉球。但外面那个高丽菜，我告诉你厉害了，你不要吃原味的，沾一下这个酱，这个酱好厉害啊，这个红曲味噌酱。好吃，正不正你自己说。好香的，加了红曲就不一样，而且好吃之外，体内环保，对我们的那个脑血管循环都很好，很健康。对对对，我喜欢这个味道。嗯，看到没有？而且它真的用筷子一切就断了。对呀，卤得多透，你看到没有？好透哦。有没有？嗯，多透到什么程度？多透，隔着萝卜可以看到我的脸。哈哈，看不到了，太厚了。来来来。沾一下，沾一下，哎呀，哎呀，你看看，哎呀，是不是吗？啊，这也别客气，我告诉你，滑嫩顺口，光看都知道。你先吃，你先吃。哇，一口啊，可见那个萝卜有多入口即化。我跟你讲哦，那么大一个哎，真正的白萝卜哈，其实它是有一点那种，像一种特别的腥味。腥味涩味，那种腥腥涩涩的感觉。但这个哦，它经过这种汤，我们这个汤头炖煮之后，其实哦，它就保留一点胡白萝卜的原味。那个原味其实经过汤炖煮之后是香的，它保留了。但是你那个胡萝卜软滑到，你只要不要用牙齿哦，你用上下二按一压，就变白萝卜汁了。萝卜泥了耶！哇，赞赞赞！还有除了红曲味噌酱，还有另外一种叫什么？这个就叫做酸黄瓜芥末酱。对对对，哦，好够味哦！酸气逼人。而且在你吃的之前，我已经偷吃了这个，气死完。喂喂，真是气死人！里面包的那个，气死啊！你咬到嘴巴也会融化。嗯，重点来了，就是这个汤。老母鸡熬的汤，还有加上昆布。哦，昆布味好香哦。光这个闻哦，就跟以前传统的用藕类那样去熬的汤不太一样。对。它本身汤底就有，就有很多的那个昆布啊，老母鸡。这个汤是熬了8个小时的。真的，而且是老板去日本学习很久才带回来台湾的。嗯。那我们吃的这么开心，有没有好康大放送给观众？当然要啊！我告诉你，老板叫什么？小拱，对不对？对，我不是小拱他，我是大拱，拱到他，已经大方的送了。送什么东西呢？观众朋友，既然他以前是我们东森的长官嘛，好不好？请上东森购物的网站，我们有10天鉴赏期。不是啦，老大，想吃好康哦，要上我们美食007的网站。哎妹，拍谁拍谁哦！您只要上网回答今天的问题，我007卖出人生第一碗的关东煮是卖给谁？前50名留下正确答案的观众，就可以免费吃到最美味的关东煮喽！马上行动，好康马上送。没错，心动小巴的足迹不分昼夜跑遍各地，也让这些平价的美味相传千里。下回您要是看到这群充满了活力、热情又积极、四处爬爬灶的桃给们，别忘了高官几类，给这些年轻人多一点爱的鼓励哦。味噌酱，老大，你认真一点啊！